导演说后退一步，杜绝信号。导演说前进一步，导演说蹲下起来，导演说举起右手，导演说向左一步走，导演说向右一步走，导演说蹲下。沙哥在抄别人答案。导演说起来。你有导演说吗？有。你讲话我没听到。观众朋友们，最后我干扰到了。不允许我对苍天啊大地啊给我一个公平吧。场外在讲话，我真没听到。那我怎么听到了呢？对不对？那同样在一个空间当中，同样大家是跟导演一个距离，那我怎么就听到了呢？沙哥，那大家都不服你胜出，那你没有人不服。有，我们不服。你这不行，你这不能有失公平。我听到了，导演说站起来。你看一下有多少人不服？嘉哥，你看一下有多少人？你们都服不服不重要。